男和大漂亮本是青梅竹马的一对，不料土匪头子竟也垂涎大漂亮的美貌。为了能得到大漂亮，土匪派人绑了大漂亮的老爹，杨爷拿出200现大洋才放人，不然就用大漂亮来抵。为了救出大漂亮的老爹，男伙同几个要好的同乡将真飞木洗劫一空。就当他准备拿着珠宝去赎人时，不料土匪竟出尔反尔，直接带人闯进大漂亮的家中。